解放可以给好来谢谢大家好啊谢谢谢谢啊一天比一天更老的啦吼啊那天更呢啊比早晚更老的也是说老的滚滚强强滚搁在滚强强吼啊你现在也修身边的祝福啊咱给留所有的这些好朋友大家日后会当荣华富贵啊拢总会当享受的一世人啊再说咱在这里非常感谢嘛非常欢迎吼咱注意细数啊咱这健身这坐坐咱这大家日挂个日日来跟咱共享盛举到老年吼非常感谢啊嘛非常在这欢迎吼那么今个呢由着咱的福利金翠华综艺传播来跟咱担任节目咱这个表演吼做着咱赶快三点钟咱这个演出后尾来规划所咱这方面来个动翻动落。在咱贯彻咱文化先生领导之下吼，啊，所给咱演出咱精彩咱一个节目，啊，留在咱这平安戏，会当收到咱现场所咱这好朋友，啊，所咱这嘉宾来给咱受肯定吼，大家肯定欢喜，大家笑眯眯，啊，咱演员在咧车边来个祝福大家拢做，等咱脚踏舒服，会当风风照滴哩。来，那么今日拢是龙时代，今日好时或者是天文岁岁咱的新周年吼，那么今日就是咱11月23，啊，咱的好时或者是一同在咧请咧，啊，要来给咱恭祝咱的大墩啊。哦、就是我们的七王母的秋千水信诞千秋千千秋再多呢在这里给我们做着我们第三天的工作好收人、哦啊、当时呢一斤要来给我们、提供会让我们这个节目来给我们做一个、哦、另外一项我们这个任务就是我们的新的、哦啊、我们这个新古路做咱这个交接，吼、哦，咱来新古路做交接典礼吼，啊，第二天干完就要来进行，啊，咱第二天伊完预祝，啊，咱来新古路做咱这个交接典礼会当圆满成功吼，啊，会当来大吉利，啊，来非常感谢。那么精彩，咱这个安排也要来感谢李彦根吼，啊，咱来坐位咱这个请主吼，首先要来感谢，感谢咱赞哥啊啦，哦，这是咱荣誉主委，咱的荣誉主委吼，啊，就是咱单亲站。单亲展，咱赞哥，咱赞哥拍掌，拍掌，好不？谢谢我们的荣誉主委，谢谢，因为吼，慢慢来感谢啊，特别感恩请教咱这个参务吼，这是咱赞哥荣誉主委的竞赛啦吼，咱这个王当署长的致辞，王致辞，王当署长拍掌，拍掌。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人哦。来，一个咱的担当首长，这是咱的单兵龙，咱的单兵龙当首长，个拍手拍手。我来叫对了，谢谢，较辛苦了，搁一年搁一年哦。来，咱的单庆龙，单庆龙当首长，个拍手拍手。谢谢，非常感谢三家一位，啊，咱的车主非常的热心啦吼，真诚心啊。除了呢，对到咱的七王府吼，咱的七王千岁呢，啊，咱这特别进行咱这个诚心敬意来跟咱。中秋好时节之外吼，啊，特别甲咱提供着咱老年的可能安慰，咱这个平安哩甲咱助兴，咱底些医院来甲祝福，互咱请主吼，啊，拢做咱金秋归归，会当好结果，祝前问后，会当甲进财宝，财神送金出来报，晓得甲老家亲拢全面欢乐，会当金银财宝，再互咱家请主大家赚甲靠靠靠吼，来，咱今日讲咧，咱的请主若刚开钱呐，啊，咱平安哩吼，咱这个平安钱不管互咱请主开偌济，拢做要来甲祝福咱请主日后，会当赚回千。千个只万把花，啊！你开袂完，搁再用袂济吼。好景色会当一地传一地嘿，非常感谢，谢谢。来，赶紧嘞！啊，除了好朋友要来欣赏，咱老人咱这个恐龙暗会吼，小车人啊精彩，咱这个表演一起挂。啊，咱的头前面吼，伫咱道明车，哦，我在咱这个总部西，非常的用心，给咱安排咱这个手乐台吼。咱的手乐台会使讲色香味俱全，所以好朋友尽量个吃，互恁今后当哪谈哪好食，哪谈哪有食，只要姐姐，也要来个祝福大家日后当。他常常买上一咱这个好土地吼，啊，来非常感谢嘿，谢谢。来，这边呢，哦，赶紧哦，要来个做开演啦。在咱这个节目也未开演，你请咱这关的先吼，无例外来介绍一下咱这个幕后英雄，就是咱校长兼国清吼，咱的团主温华、梁文华，所以领导来一个鼓励，金水龙一般高强度。